Hello， 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半仙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谜语世界。今天我们玩的是一张解谜地图，神勇探长之被盗的宝石。整理一下发型，没有错，我就是那个长得又帅破案又厉害的探长。宝石展览会，最神圣的女王之心慕名而来，身为警界最神勇的红衣警探看守宝石直到展览结束。哦，让咱们直接当保安，我直接把这个宝石给放兜里不就 OK 了。哦，为什么心神不宁，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，我得去展厅看看才能安心。这路不太对。哦，可以来个坐骑吗？ Yes and no。 哇塞，防卫那么严守，宝石也能被偷走，那咱们就真的成了吃干饭的了。你看警员展厅，哦，这边有偏门，不好，你冲进了展厅。我知道这是谁干的，你们能猜出来这是谁吗？阅读信件，在展厅内寻找线索。先来看一下这个信件。我是侠盗拽拽，听闻你探案追踪相当了得，我想与你较量一番。藏在了这座城里，你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寻找。一个小时后，我会将女王之心转移。你说他这是不是一个缓兵之计？我先摸，不应该这样。我摸，我左键，我右键，我上键，我就不说下面的这句话。这能不能跳得上去啊？这不行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在这里面得找快一些。这个也不能摸，这边都是空气方块了，现什么星星，满脑子都是星星。这是底座，我感觉，哎，哇塞，还不让咱们出去，非礼啦。一无所获，他说就藏在了这里面，这个镇民应该是居民，镇民是什么东东？这他会藏在哪儿啊？抬头看一看，然后像这罐子里面，咱们左键也摸了，看看这里面摆的这些东西有什么不一样。没啥不一样，一毛一样。咦，抬头，跑酷上来了。没有用。哎，这边有梯子，是不是要让咱们去找梯子啥的？很有可能。哦，不过咱们会这招，这样可以省了找梯子的时间。
你发现了一个袋子，上面写着仓库管理员鲍勃的袋子。在城内寻找仓库管理员，那边锁了门。首先咱们要看一下仓库在哪边。这个地图有一点点大，这个是不是啊？这还上锁了，125住宅。再往前溜达溜达，警员，这样开不了门的，暂时不用管他。没有通行令还不让进入。咱们怎么可能一个小时都过不了关，是不是？不过这边确实啥都没有。没开门。这是花店。他会不会在这？哇塞，都需要什么通行证？绝绝子，要通行证没有？大仓库啊，看到了，我看到了你，我看到了你，是哪一种颜色？悲伤或难过？哦。找到了仓库，结果没有找到管理员。难道他带着宝石私奔了？把这边能转的都给转完。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。大仓库最里面这一排咱们还没有去呢。哦，仓库管理员，你怎么在这儿蹲着呢？探长，我认得，这是我丢失的袋子，就放，哦，我就放在这里丢失的。发现了一把钥匙，买一篮面包，我得好好找找。好家伙，直接让我变成了一个跑腿的。面包，寻找面包店。刚刚咱们没有发现那是花店，那是什么面包店啊？面包店应该会开在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。警局。警局里面也不会有面包的。哦，找到了面包店。买一篮。真的很不巧，探长，我弟弟哈利去买酒了，库房钥匙在他身上，没有办法卖给你面包，去酒馆找他。九，好像是在这边的一道街上面。不是这个。
酒馆儿。喝醉了，你姐姐很担心你，赶快跟我回去。差点坏了正事。在花店给姐姐订了她最喜欢的风铃花。花店又在哪来着？花，这是面包店。花店好像是在这边。蹦蹦跳跳真可爱。嗯？我迷路了吗？呵呵呵，找到了花店。这是订单。他说的是风铃花，将风铃花送去面包店，告诉安妮他弟弟一会儿就回来，再买一篮子面包给仓库管理员鲍勃。先去面包店。我来啦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面包店是在这里。给他一篮，然后送给管理员鲍勃。哇塞，属实不容易啊！鲍勃，鲍勃，我来了！大仓库旁边，这是你，哎，给了咱们一个钥匙，写着125号住宅。这个125号住宅，然后咱们直接往前冲，再来一个右拐就可以找到了。咱们变成了一个美团小哥，不对，咱们应该是变成了一个跑腿小哥，不停的在这边拿，在那边拿。嗯，可以打开。哦，要用一下右键。好像五个齿轮，五个螺丝。哎，你看这下面居然可以过去，咱们怎么把箱子给撸了？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总共给咱们留了一个小时。呀吼，这边空气方块，楼上，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我这些零件都散落在城里面，这样的话我就直接放弃。哎，你看这窗户都是封死的。哦，五个螺丝，然后五个齿轮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啊，应该先来到这里面。重置键。屏幕变红，这门就会打开。没有告诉咱们游戏玩法，这个怎么玩啊？是全变红吗？寻找规律，打开暗格。嗯，先点这个。啥声音都没有，暗格。
开开。看我的蒙蒙蒙蒙蒙。哎，哦，这样就 OK 了。它这有啥规律啊？完全看不懂。寻找物品，制作钩爪，模具制造钥匙，钩爪。要不咱们再找找。缺少了一个什么东西？什么东？什么西？还差了一点绳子。哦，这里有绳子。然后直接制作。哦，哦，这样就把咱们给拉过来了，获得一些废铁。用这个，用废铁。还少了点什么东西啊？不仅是要废铁，可以熔炼为铁水。铁水，哇，好耐烧啊！把这个熔炼之后，然后往里面一撸。前面其实都在浪费咱们的时间，让咱们在城里面跑过来跑过去，麻烦。好了没？好了没？已经烧了一半了。稍安勿躁。跳跳跳！我跳跳跳！我上跳，我下跳。三二一，好，拿走铁水。这一点粗糙的钥匙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亲爱的老伴仙仙仙探长果然厉害，没想到你居然提前找到这里，是我低估了你。这次我输了，但是我们的较量才刚刚开始。对了，抓紧时间打开宝库，不然会轰，稀里哗啦。这打开宝库，怎么又给了咱们一个哦？偷偷钥匙就是它。先摸一摸这些东西。就从这幅画里面去找钥匙啊。画里找钥匙，找不齐还不让关。眼睛瞪得像铜铃。哦，就乱点就 OK 了。终于找到了女王之心，继续。游戏胜利，观看模型。哦呵，他给咱们留了那么长时间，根本不需要。那好的，非常感谢大家观看，点关注不迷路，半箱帮你洗尿布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